大家好，我叫做黄少基，人人都叫我做宅男基，因为我平时除了翻工之外，最喜欢打机，凑埋仲有都是打机。お兄ちゃん、お兄ちゃん、助けて。至于感情生活咯，其实读 L 一个更开心，使 L 你讲，直至到有一日。曾经说过寻觅爱情，就像天与地别离和沉醉过程。哇，这个女仔好靓啊！而我跟你平静旅程，并没有惊心也没动魄的情景。哇，这个人咁毒嘅。从此以后，原来女神都系呢一座大厦度翻工噶。故事平淡，我唔想再同我嘅右手拍拖啦。究竟点样先可以识到女神啊？哎呀，死了死了，他在走过来了。机会来了。何谓爱情，定是跟你动荡就是这样，我们开始了约定一生的爱情。走过无尽旅程，就是到天昏发白亦爱得年轻。不相信当天荒不再地老不透时，竟跟你多相拥一次，便爱多一次。怎相信最会像荡气之时，可用你的名字和我姓氏，成就这故事。从此无忧无求，故事平淡，但当中有你。从此以后，无忧无求，故事平淡，但当中有你已经足够。快乐童话像你我一对，已经足够。